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特别喜欢柑橘的香气？橘子洗干净，把果肉给吃掉，留下橘皮，把橘络切掉，刮一刮更干净，一部分用来切丝，放进研磨里捣碎，然后装进小碗里，尽量用没有什么味道的油，我用的是橄榄油，隔水蒸上两个半小时，剩下橘皮直接放进篮子里晒干，时间差不多啦，橘子的香气充分地进入了橄榄油中，把橘皮过滤掉，找一个小一点的量杯，加入蜂蜡，比例大概是油三蜂蜡二，搅拌均匀，装进小瓷罐里，现在这个天气不用一会儿它就完全凝固了。还记得前面晒的橘皮吗？要彻底晒干才可以，研磨细腻，再用细筛过滤一遍，这个可不能直接点哦，要不会有点呛人。像这样隔火加热就是特别浓郁的橘子味，香膏会更淡一点，是清新甘甜沁人心脾的那种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